我哋边啊？去大美督啊！大美督即系搭20C 啊！好，我哋行去睇下先啦。欢迎嚟到汪妈 Go Channel 啊！好啦，而家我哋去咗边度啊？去咗大美督。是不是想吃东西吃完东西才走啊？那究竟我们应该去前面那些啊，还是去之前在湖那里都有东西吃的，我叫你啊，算了，我们去回这边。好，看看个产牌先，那么有沙律啊、sandwich toast 那些的，都是类似啲健康的西餐那些啦。但是如果你说饮品的方面呢，就看到都有一般的柠茶、柠水、奶茶、柚子蜜那些的。当然啦，也有咖啡，不过今次呢我们就揀了就是这个的水果的 smoothie 的。水果 smoothie 呢究竟有什么选择呢？咁就見到有香蕉啊、土啊、菠蘿嗰啲，咁今次就揀咗菠蘿同埋士多啤梨嘅。Cheers！ 好，你呢杯係咩啊？士啤多梨味。我呢杯是什么？我呢杯是菠萝 smoothie， 沙冰 smoothie 的沙冰都 OK 的。咁啊，欢迎网友留言，究竟是不是有奶先 smoothie？ 或者 zoom 近啲你。哇！而家是夜晚的差不多6点钟，今天是3月17日，在这个大美督的烧烤场看到那个黄昏的景色真的很漂亮。当然因为今天是 weekday 的关系，看到烧烤场其实是没有人的，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 weekend 来的时候呢，应该这里都呼到很紧要了。不过这个地方这么大又这么舒服呢，的确好适合一家大细嚟嘅。我哋见到远处嗰度咧，就有得嘅骑艇仔噶。咁依家我哋再近啲影一影先。喺呢度踩艇仔真系好靓，有机会咧带埋小朋友过嚟先。滨景租艇嘅话咧，见到就算系 weekend 定 weekday 咧，都是夜晚的6点半呢就冇得玩的了。咁啊，有好多唔同嘢玩啦，独木舟啊等等嗰啲啦。咁当然呢，情侣啊或者一家大细呢，之前都可以嚟去踩嗰啲嘅咩脚踏船嘅。两人家庭160蚊呢啲大夹仔嗰啲，我估係最适合㗎啦。咁啊，当然你话情侣嗰啲，咁啊就两个人70蚊都可以试下嘅。喺呢个租艇呢个位嗰度咧，仲见到咧有豆腐花食添。哇！下次过嚟一定要过嚟食埋豆腐花。再踩艇仔啊！你讲多次头先个故事啊！我唔想俾人摆落去。快啲讲，快啲讲啊！头先你讲咩啊？快啲讲先啦！